韩籍啦啦队女神李多惠正式接受驻台北韩国代表处任命为韩国的名誉宣传大使。驻台北韩国代表林浩表示，李多惠作为台湾卫权龙啦啦队的队长，不论是在网络还是粉丝心中都拥有高知名度以及声量，也是宣传韩国魅力的指标人物。李多惠则表示，未来会更努力将韩国与台湾文化来做连结。